OK， 大家好，我们是啾松团，然后我是 Tiff， 然后有两件事情想跟大家分享跟说一下，等他跑一下，就是临时小学校在这个暑假办了一个月的线上原力增能营，然后我们就是希望把 G0V 十年来的经验转换成教育现场可以运用的一些资源，然后所以这个营队有蛮多学生老师来参加，然后下礼拜是我们礼拜六下午一点是我们的闭幕式，然后我们结业式也可以，结业式要做什么？它其实就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大松，然后把它缩小变小松这样，然后除了营队的学员他们会来提案之外，也邀请所有G0V社群伙伴都可以来提案。那你可能会想说谁比较适合在这里，什么专案适合在这里提？第一个是你的专案可能蛮需要一些老师学生的参与或回馈，这是一种，然后另一个就是你想要来这边吃好吃的美食，然后再来有一种是你其实想要来听听现在的老师学生他们想做些什么。其实这营队有蛮多非老师学生的啦，所以我觉得蛮推荐大家，如果今天没有提到案或是你的提案想要再试一次的话，可以来这里参与。然后报名的话其实就只要去我们那个 KKTX 原力增能营的地方去报闭幕式就 OK 了。好，欢迎大家。然后最后要请大家帮我们填一下今天的影响力问卷，然后可以扫一下这个 QR code 在这里，我把它放大一点。然后有中文版跟英文版的，那希望可以大家帮忙填写。然后我们其实每一年都会出一本影响力手册，我们就会依照大家填写的内容去做一个就是G0V社群的影响力报告书。那如果你对这影响力报告书有兴趣的话，外面也可以拿。好，感谢大家，希望大家可以现在就帮忙填一下，因为回家就会忘记。那如果我回家忘记也没关系，我们会用寄信的方式提醒你的。OK， 谢谢大家。好，谢谢 Tiff。啊，到这里为止，所有的提案都已经报告完。